白富美过来，因为我们香港有些藏友喜欢他的宝贝，所以大家如果喜欢香港的朋友喜欢他的宝贝，要马上讲了，因为明天一早就那个了，时间就抓紧。OK， 哇，白富美果然好东西多，来，这个是个很漂亮的，首先给好价钱的啊，对，这是一个二十卡拉的新型的这个 Ruby Light 啊，18K 金，反正我的东西就一句话。就是够分量，就是真材实料，够分量啊，重头戏，对，18卡，来给个好价钱的，对，给4800结的，4800，哇，不错。首先你看18K 这么重，19.4克，哇，对呀，很难找的，对，就是。然后新型的 Ruby 啦，也很漂亮啊，漂亮。哇，这个也是好东西啊，这个呢是首先也是个老物件，是这个颜色已经够啊皇家蓝的级别了，3卡拉。然后呢是老骚，就是有 heat 的啊，它这个切割也很特别，非常特别，对，这个蓝宝蓝，现在蓝宝石长得也非常狠，红蓝宝绿，本来绿宝也慢一点，最近绿宝也涨了很多了，对，很多朋友买，就是你就看到，没错，大家都抢着买，你就知道市场就是已经抢买，就代表市场涨了，因为证明客人，其实客人比我们敏感的，客人比我们，他们都市场上的消息更灵通啊，因为反正我们没有，而且这里的。哎，我们还没报价呢，这个对的还没报，刚刚一讲话给一个惊喜价啊，4999，哇，这没话讲，这个降了很多，对对对，哇，这个真的没话讲了，想结缘，给香港朋友结缘，对对，哇，这个对，有一点 oh my cutting 的感觉，然后你看 cutting 很特别，非常特别，然后就几颗大钻石，你看配的哦，旁边还有一颗钻呢，这边还有一颗钻啊，就这个底色也很特别，对对对，适合富贵手袋啊，对对，4900是没话讲了，真的没话讲了，对对对，哎呀，好，这个也给大家一个好价格，也是个老物件啊，很漂亮的 Panson Line， 坦桑石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最主要就是要价格好，对，金又够重，对对对对对，坦桑石又够大，因为你大家想想，我们香港朋友跟我们买，肯定要性价比。香港比较很高，他们才这样子割重阳这样子买的。我们现在香港很多客户的，对对对对，而且是大客户啊。是的，对，这个你知道香港卖多贵？同样东西，香港起码3-4倍。没错，而且起码3-4倍。坦桑石其实很贵的，因为它和蓝宝石长得像嘛。只不过我们这儿就讲反应迟钝一点，其实在国内坦桑石已经很狠了。哎呦，其实很好借钱，4500，再来，今天再来。惊喜3500，3500，哇，真的直接减，Oh my god，真的没话讲。让我老是跟大家讲，如果你这些坦桑石要买，都要5600一卡拉。是的呀，我这10卡拉就已经5000块了。白富美，这是3500，很有兴趣跟香港朋友们结缘。对对对对，是是是，主要是跟香港朋友结缘。对对对，你看今天都是厚金厚重的。对对对，红纹石，哇，真是厚重厚重。这是玻璃体的，哎呀，还是 AB 款的，对，这是个 AB 款 design，然后呢很重，非常有分量感，就是欧美antique 这种 style 就是很重，25克，对，现在这不，那现在就国内啊，在香港做都是2克3克，没错，就是25克，各位品，而且这个 style 是宝格丽 style，大家要是经常玩宝格丽的，好了，简单粗暴，最便宜多少？2600，哎呦，真的没话讲了，真的，哎，白富美现在这。就是我好像我讲的那句，如果是以前的任何借钱都是已经是好借钱了，对，任何不涨，任何东西都是好借钱的，因为你想想，就这几个月，金价从2200到2700了嘛，就是已经上了20%，这个任何宝贝以前的借就已经赚了20%-30%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还降价，而且我这个降的幅度都是很大的，很有诚意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也是很漂亮的，这个Palladium 啊，18.5B 的，关键是这个老珠子皮特别特别厚，然后我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，1600。哇，真的，到哪里？那你买这个 setting 绝对能买不到的 ，OK？ 对呀，这是真的很钻石 Palladium， 然后18.5米的这个厚皮装的啊，这个大珠子，非常漂亮。啊，真的重量级的，重量都是重量级的啊。然后再来两个，像玻璃体一样的，Aqua， 哇，
来来来，这个玻璃体的特别干净，嗯，特别漂亮。然后呢，嗯，就是大家见的戒指比较多了，吊坠就不是很多嘛。关键是它的 quality 就是特别干净哈。嗯。然后呢，我还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价格，2000-2800吧。2800，这个，哇，真的真心不错，真心不错，对对对对对对啊，真心不错。20几卡了，20卡了，对的，对的，嗯。白富美还是有一套的，对，嗯，然后这个是 aqua， 哎呀，这也是很大的啊，嗯，也很干净啊，18卡拉，对，这个也是给大家2700，已经其实都到现在像这种级别的，啊，这种任何东西现在已经是涨了多少啊？对对对，嗯，这个已经还已经降了，对对对，很多了，哇，嗯，这个都 aqua 18卡拉，很配很配，嗯，哇，够大，嗯，再来一个 aqua。这有底色，哎，这个对啊，这个，哎，也是就是很特别的那种，嗯，也是阿垮啊。这个呢1800给大家结缘，1800圆圆润润的那种，嗯，而且还有底色，你看它的中间那个 OK，啊，就是大家看到这个都是非常重，没错，18K 啊，就是，实实在在，就是真是真金真钻，就很 重量级的，就是重量级的，没错没错没错。来来，马上圣诞节了，是不是也得买点啊？哇，这个，有点圣诞气息的好东西啊！圣诞气息，而且这个有王家气息啊！啊，对对对，这个真的非常好，皇冠吊坠啊，嗯，非常漂亮，也是重碗。好，那给大家黑五戒了，哎，对对对 对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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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啊，这个金子就值这个钱了，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价格本来其实已经其实很好很好的价格了，讲白了很好，对对，嗯，这我价格是多少啊？2990。对，其实已经很低了，嗯，那2500。2500给500块钱这个。叫什么过感恩过圣诞节了，2500，这个真的是很实在的价格了啊，今天来的都是一些老玩意儿，粉壁都是迎合这个香港这个叫什么，嗯，对对对对，客户的口味，他们都喜欢这些老玩意儿，嗯，啊，嗯，然后重金，关键是重，重金打造11.8克，就是实实在在在这里，你材料在这里嘛。是的，是的。其实1680已经很好，再来一个1380，哎呦妈呀，这是真的，都属于赔钱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因为因为对呀，啊，这个白富美现在也很能想得开了，反正玩过就好了，哎，对，对，拥有过就好。1380这真的没错，买金的不值。因为忙那个梅老师一回香港，我这个又心动了，哎，要开始手痒了，一手痒就要子弹啊，所以就双向结缘了，有买有卖了啊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价格要够低，对对对，才能够这个其实也很好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。对，这是欧洲的，嗯，也18K 金的啊，要买真的很难找的，你这些对。对。首先还是一句重 18K 14点多欧洲红币，好了，再来一个黑五戒，对，1500，哇，真的没问题，你就买金子，买买碧玺吧，对对对，嗯，这个价格光材料费了，嗯，我们都不谈，什么都不谈了，嗯，材料费可能都都还金呢，还有这个碧玺呢，嗯，都是，哎，都是超划算了，对对对，这也1500一套，哎，反过来，哦哦哦，对，一个耳环一个戒指配套的，哦，两个一起买，就是2900，对呀，啊，而且这么特别的 special，啊，就是绝对不会给你撞衫的，啊，而且这个是活口，对， 对， 对，不用改 size 了，嗯，很有味道的，啊，对对对，都是 ruby 来的，嗯，一套买，嗯，啊，都是你看。都是30克斤的啊，嗯，一套买就2900结缘了。嗯，好嘞，就是个重的啊。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很重。对，我们很有分量感，你因为对你戴在手上，你就能感觉到了。对呀，啊，43.84。梅老师都知道的，对对对，就是金戒，金戒，哎呦，地狱金戒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一件，黑五了，对对，3000，哎呀，这是地狱金戒了吧？首先，这些我个人很喜欢这些金，因为怎么这个都是纯手工定做，金的艺术 ，OK， 这个确实是金的艺术，对，你现在做不就是代表当时的时代审美，是现在做不了的 ，OK， 是的，而且很耗金啊，它这个手工丝要耗掉多少斤啊，嗯，是不是啊？这么重，40几克啊，才3200，真的没到哪里去找，嗯，哇，这也是港港的重啊，对对对，这个34克，现在多少啊？2800，哇，真的，这就到位了吧？真的，这是材料绝对买不是的，到这个价钱的，就是说你喜不喜欢先，对对对，就是你喜不喜欢是一回事。可是这是材料是绝对不止这个钱，就是怎么做，你可以做成两个耳环，嗯，其实你这个就很有特色，你叫 happy face， 对对对，一对这个 happy face 就是，这个啊，半价出，半价出，哇，哦。半价出450，450，这个很重的，嗯，这也是这个叫什么，
阿卡了啊，你自己做个吊坠啊，做个这个都很好看啊。啊，这个也是，这是银的，银的399了，399就赔钱出，这些都属于没话讲，嗯，这某某的银的399，嗯，这个也299了，半价都不到了，对的，299，对对对。对黑五总是来点那个表现表现，对对对，都是赔钱出的这种啊。嗯，啊，再来一个这个，这个很漂亮。多少啊？这本来是399，现在299了。哎呀，299太好了，对，这么大。我买，如果没卖，我买。你看梅老师都知道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如果没卖，我买。对呀，梅老师都说了，这个这么大都不用说了，对不对？可能你买35，绝对到哪里去买299这么大个？没卖我买了，反正我经常播播，我喜欢我就买了。对，如果大家要我就让给你，是真的不是。299真的是不是做媒的，是我真的经常我跟他们买的。是的，这是真话，不是跟你们开玩笑的。嗯，梅老师巴不得你们不买，然后就他就捡漏了。没错没错，就捡漏了。没错，很多时候哎，客人来提问，我说哎，你不要提也行，那我呢，我要用有些事实在是摆一摆，你根本就这个价格买不到的，就是很难走的啊。这个呢，699，699哇，这么大的香工都不止。OK， 你这个真的699，你看就是这些材料，绝对。对，这个是红粉。哇，白富美今天是很有诚意的了。OK。对，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请订阅频道，加微信，哇，这个非常好。嗯嗯。